是阿梅。先把竹竿放好先。哇，网还在那边那边。哇塞，哇，有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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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货还有很多。哇，这个还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第三笼了，前面都没有什么，这个还可以哦。还拉个底秤，你真一条拉下来就啊，这样解开的。现在把它倒出来。哇塞，哇，有剥皮鱼，还有果扇之类的，先把笼子放在一边先。剥皮鱼，好久没有抓到剥皮鱼了。你看，这个鳃还在动，看到没？鳃还在，哇，嘴巴还在动。把它放进那个生猛柜里面养着。把它放进去。放下去。剥皮鱼的话，游泳很漂亮的。这个要放桶里面养，因为这个是古上来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它待会会钻到这个小洞里面跑出去的，所以只能放在桶里面，为了安全起见。哦。哟，哦，这条虾枯死了，好可惜啊！放在一边先，待会拿这些再放一点鱼料做诱饵。现在再把那个诱饵放进去，已经挺多了。这个口里面一定要绑紧，不绑紧的话，松开的话，东西就跑掉了。这样我们把东西抛下去。我看到有了，哇，差点又够不到了。老爸，你把这个放好先，我慢慢的拉它上来。哦，有东西，你看一下，有只青蟹，还有海鱼。哇，先拿它出来先吧。哇，一只青蟹，还有一条鳝鱼。哦，这条鳝鱼被它夹成这样了。你把它解开先，把它先倒在盆子里。看，
这被螃蟹夹成这样已经死了。拿绳子把这只螃蟹绑好下。我爸拿绳子过来。我先剪一段吧。哇，都死死夹着这个鱼。把它放进石猛柜里面养着。这条骨上还没有死，待会拿回去包。有货吗？哇，好多货，老爸！哇塞，哇塞，把它倒出来先。这个螃蟹什么都有哦。还有三只螃蟹，还有果扇之类的。拿绳子来绑起来吧。现在拿绳子过来。这个绳子，哇，绳子都被你踩成这样。来一个，我绑一个。哦，好大，好大。这种蓝花蟹好大只哦！拿绳剪呐，剪一下这里，还有一只。啊，三点蟹，哇！然后把它全部丢在这边，把它全部丢在石猛柜里面养。放桶里面。哦，放弃了。哇，都想跳出来。哦，这条死了。哦，哇，这条，哇，你看游得好快。你再说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哇，剥皮鱼，
抓到手了，你看手都流血了，不行了，两条剥皮鱼，还有几只兰花蟹、青蟹，三只青蟹，哇，全部跑到一堆了，还有一些鼓鲨，哇，刚才的剥皮鱼很厉害，抓的手都流血了。现在把手洗干净，要跟老爸开船回去了，因为天色已晚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。下期见，拜拜。